发电厂是，诸位，党国的千秋大业在此一举，拜托了。行动。王军，告诉你，你的底细我现在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。我现在以团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正式拘捕你，回去接受审查。我无条件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审查。 树林，就是一大堆汉子呀。发现什么可疑情况没有？没有，就一个马厩。那人呢？没人。地图。从这个出口出去应该是解放南路，这一带是清晰重点排查的地区，没有问题。这一带是咱们没有来得及监控的地方。 看见那个老人家了吗？过去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从这儿经过。是。老人家你好，我们是解放军，请问您刚才有没有看到不认识的人经过这里？ 你说的啥？我没听清，大声说，我这耳朵背。老人家，我问您，刚才有没有看到不认识的人经过这里？不认识的人，哎，是有几个人往那边走了。谢谢。 老人家说，他们人往那边走了。我觉得他很值得怀疑。这样，你们先假意向那边移动，听到这边有什么响动，杀个回马枪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走。
老人家，问您点事情。请问这个房子里边是不是藏着炸药啊？ 把引线和雷管全部撤掉，做两个炸药包，把这儿的炸药全部毁掉，动作要快。是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，敌人在溃退之前，在我们内部编制了一张巨大的特务潜伏网，最高指挥代号叫西。 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尽快点查清并摧毁这张网，以铲除这个危害我新中国政权的最大的隐患。上级把这次行动定名为“斩首行动”，由我们和公安的同志共同来完成。据前期调查，有一部分敌特线索出现在183团及周边地区。向少卿。 你这个镇宝处长是野战军转过来的战斗英雄啊，对部队情况很熟悉。听党组决定，派你去参加这次斩首行动，具体负责对潜伏敌特的侦破工作。是。你的身体情况我们了解，敌人对你实施了药物控制，而且直接上面痊愈。如果你的身体无法胜任，也可以不参加。 请各位首长放心，这点药对我不算什么，我扛得住。坐下吧，坐下。这次你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师部，派去183团当副政委，而且183团的团长廖志刚，你也很熟悉。这臭小子都当团长了。 你这是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，正好他们团的政委副上还未归队，就缺少一个管理政治工作的干部。这次你可要帮我好好管管那小子。请首长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次的计划极其特殊而又复杂。
你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。你的真实身份，除了在座的各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严密监控，先不要进入了。部长，这个人心狠手辣，狡猾透顶，万一让他逃了怎么办？哼，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。但是现在他对我们还有用，所以暂时先不要惊动他。我不明白。不明白也要执行。是。现在是时候动一个地方了。请指示。姚家铺，马上去，速度要快，不能放走一个敌人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部长，请看，我已经把他抓过来了，关在拘押室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姚家铺，肖少军的事情我来处理。是。看似淡定的田部长，此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。他希望廖志刚尽快在省城找到迪特存放炸药的地点，这是摧毁迪特飞鸟后续行动的关键所在。特派员，怎么进行的不大顺利啊？报告特派员，是有些不顺利。杨飞虎他们没能按照原计划进城，我这边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，但是副总指挥那边应该顺利起获了炸药，现在正在赶赴目的地，还请特派员放心。你那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不知道廖志刚怎么就找到了城郊那边的炸药库，他们毁掉了所有的雷管和引线。哎，真是可惜了。相思洞那边的炸药还够吗？应该没问题。特派员请放心，副总指挥他上了双保险。什么双保险？啊，副总指挥临时增加了两处爆炸目标。你说什么？你们擅自增加了两处目标。是呀，这样一来，共军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破解了陆丰图，找到爆炸目标，但是他们也绝想不到我们还有这一招。放肆！你们太放肆了！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连请示都不请示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呢？啊！飞鸟行动是委座精心部署的一整盘棋局，它的每一步都有针对性和目的性，让你们这么一搞，那后续行动能不能够按部就班的进行，还得打个问号。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。那好，既然你们愿意擅自行动，那好，那你们自己去向委座交代吧。特派员，您请息怒，只是现在。现在还不赶快把他们拦回来啊！是。等等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他们。哦，出门之后向右拐，第二个房间，到那儿之后，您先敲两下，然后再敲三下，最后一下中间停两秒，那都是我们的人。你赶紧让他们先到发电厂和医院吧。你们呢？
刘主任，走，你到外面去，不许任何人进来。。还行吧，没问题。接下来啊，可能会更困难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请车长放心，保证完成。我相信你。营长，你不是应该在城门吗？好，杨飞虎已经撤走，我留下一个排在城门把守着，其余的请团长分配任务。请我分配任务？向副政委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？刘主任带着一帮人把他给抓走了。李厅长，带上你们二营迅速赶往公安局，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，那里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攻击目标，行动要快。是，走。星星盼月亮，总算盼到了。为什么现在才通知我？还有三个小时。我估计他们是怕密电被截获，毕竟是100根金条和2部电台，装备物资也不是小数目，所以他们才掐着时间通知咱们的。你亲自带队去。是。可赶到发电厂和码头，务必要阻止上官河的私自行动。如果他敢抗命，军法处置。是。廖一民知道，就算这两个人快马加鞭赶到那里，也阻止不了上官河的爆炸行动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通知廖志刚，可是眼下他根本不知道廖志刚在哪儿，究竟该怎么办呢？电话吗？啊，请用。啊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啊，好的。喂，我白淑敏啊。发电厂。进来。解放军同志，你认识廖志刚吗？他是团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刚才白教授让我转告廖团长，说有敌人要炸码头和发电厂。啊？
你怎么确定是白教授？他说如果不信，就可以让廖团长马上打电话过去问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你们现在马上去医院，我去找廖团长。是是。带着点箱子，敌人应该已经出发了，马上就会行动。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后一步，没有理由放弃的。另外，对城里的关键单位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。好，我马上通知他们，提高十二分的警惕。还有，城里边群众的疏散工作做得怎么样？啊，幸好是通知的及时，已经疏散完毕了。很好，记住不要留任何死角。是。就去休息啊，注意隐蔽，乖乖养足了精神，动动麻利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当家的，二当家的不是说，不。说那个山广和，他不是说只要咱们这儿有动静，那飞机就会飞过来的吗？什么什么动静不动静的？他杀了我阿妈，我阿妈呀！我知道，我是说，万一他真的改变了空投地点呢？你傻呀！他妈连命都快没了，还有时间给台湾发电报？再说了，台湾那边人都听他的吗？我好糊涂啊！我怎么会这么糊涂？他当时一跟我说，我就已经明白了，他是怕我不相信，才用这件事情拴住我的。好，如何？老子玩死你！是，玩死他！白教授打电话来说，说敌人转移了爆炸目标，让我们火速赶往发电厂和医院。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医院了。老谭，到。通知二营长，带人赶往发电厂，敌人改变了爆炸目标。改变目标？快去。是。我们走。好。先把杨飞虎干掉，其他人
愿意留下的就跟我们走。小心点啊！跟上跟。弟兄们，辛苦了！中船，对了，打扰你了。那两台电台咱还要吗？电台比他妈黄金还重要。哦哦。哎，老白啊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没关系吧？你那个冯建爆炸的事我听说了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有个128的频率，你知道它的地址吗？嗯，怎么突然问这个了？今天敌人又动了电台呀！哦，敌人玩了个声东击西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电讯科真的出事了。我查了一下电台，发现128这个频率还没有完全切断。哦，那就是说，敌人相互之间的通讯联络并没有完成。对。我们必须掌握128的信息，以便有的放矢，做出应对。对，等一下我打个电话。啊，这叫什么？给我查一下三个地址，一个是17.6，一个是12.8，一个是10.3。对，我现在就要，马上查。报告长官，我们这什么都没发现。长官，我们这边什么都没有。崔副官，都找遍了，什么也没有。混蛋，再给我去找。崔副官，这里离省城太近了，时间一长，共军肯定会发现我们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是谁干的？就算是挖地三尺，我也会把你们统统挖出来。回去。是。啊，第一个是军区装备处，第二个是独立团部。什么？第三个没有？不可能。接着查，查到以后给我打电话。128是独立团团部。对，这个团啊，原来是白崇禧的旧部，湖南解放的时候起义过来的。我记得廖宇明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我们的身边潜伏了一条大毒蛇，这个毒蛇是不是就在这里？嗯，不会。这条大鱼啊，应该在我们的上层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动这个罂粟的原因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得动一动这个罂粟了。只有逼着他狗急跳了墙，这条大鱼才会浮出水面。有道理。什么时候动手啊？等廖志刚回来再说。同学智勇双全，就是性情贪烈。嗯，我担心啊，哼，对他的打击肯定不小啊。不会，他毕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嘛，我相信他。
黄军同志。同志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这个厂的负责人，刚才接到电话说你们队伍要过来，要我们配合你们的行动。谢谢你，请你把厂里最要害的区域告诉我，我会安排兵力进行重点保护。要说重点区域，那就是锅炉房和发电机房了。在哪里？在前面往左拐就是了。走。
走。团长，敌人已经全部抓获，只跑了上广河。为了飞鸟行动，你就是我十个脑袋也顶不住。他们愿意息怒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我是飞鸟行动的总指挥，你还能奉谁的命？我的上线申诫，我是保密局的人，上线的命令不得不从，请特派员理解。你们保密局到底有多少人参与？我只知道我的上线申诫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再一次警告，我是总指挥，如果再接到什么其他人的指令，必须马上向我汇报。是，马上汇报。特派员，省城现在已经不安全了，您还得去山洞待些日子。赶快行动！手里的那个炸药包给我，我保证你生命安全。你骗鬼呢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除非你们把枪都放下，你一个人走过来。行，大家把枪放下，都放下。团长，这个人是个亡命之徒，你不要中了他的圈套。没关系，